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无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一天270集的节目。有两个字叫做真香啊。曾几何时呢，短短呢不到没多长时间吧，它已经变成了不止魔玩圈啊，平常日常生活圈啊，非常多的地方呢，大家都会用真香这两个字呢，通常是拿来自我解嘲啦啊，就是自己可能有带一点傲娇啊，但闲归闲，但最后呢还不是乖乖的啊，就范了这两个字啊。那我也曾经演过一段真香的画面啊，大家还把它拿去做表情包啊。那今天我就再来真香一下，反正也不止香一遍了。那这个的话呢是 Steelers Series 第48号这个 Megatron， 但是呢它呢跟先前的这一款34号的 Megatron 其实是完全相同的模具了。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原本的这个34呢是有披风的，这一次它披风的话就不见了，以及呢它的一个盒子的后方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少了一样东西啊，就是这个家伙，这个龙后的这个头也没有了，少了披风，少了头啊，非常的减少了一个配件的一款，这个48号啊，非常占编号的一个家伙。那它的一个配色你可以看到，整体来讲的话呢虽然官图看起来是有一点灰惨白，但是它应该是想要做出银白色的配色了啊。那这个家伙从哪来呢？它是一个，我先讲一下这一款啊，这个是我当时是这个34号，我是这个台湾代理版，而这个的话呢是网拍上面去请人代购的啊，这个是从香港批过来的吧，应该看起来对不对？但是它是一个新加坡环球影城的限定版本。那我们可以看到盒子的话，正常来讲这个造型的这个油罐车，然后载具的这个还包括这个全身破烂，像犀利哥啊，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几个人记得犀利哥啊，这个我记得应该是十多年前吧啊，我还在大陆工作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，他就有这个人物啊，这个犀利哥造型的这个 Megatron， 它是一个 Dark of the Moon 电影第三集的。但是呢我们今天的这个48号的话呢，它是这写了一个 The Rider 3D， 它是这个新加坡环球影城，它有一个应该是类似一个像是过山车一样的一个游戏，你坐进去之后呢，它这个车辆会前进，然后这个你的前进过程中的两侧呢，会有一些变形金刚的这些对战或者是一些互动的一个画面出现。我曾经看过一个 YouTube 上面有人有曾经去偷录过这个影片啊，我是有稍微看过。那有网友说呢，在这个，因为我实际上我没有去玩过啊，我没有实际到环球影城去玩过。那网络上看到的影片呢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完整版啊。那有网友已经给我留言了，说在那个环球影城里头播放，在情境互动里头的那个 Megatron 好像就真的是没有披风的，那当然也没有这个龙后这个头所以说呢，虽然它是一个减少了配件，但它确实还是遵照了它原有这个设定，因为真的没有那两样东西。由于先前呢我们在拍34号的时候呢我们是以人变成车型，也就是我节目经常做的一个逆变。那相同的模具呢，我就在拍的时候呢，我就会把它改成是顺便从车变成人的一个画面。所以这一集的话呢，我们就跟节目平常的形象是不太一样的。那么呢，已经少了上方的这个斗篷，以及这个是34号才有的这一个龙后的这个脑袋瓜子。哎，我突然发现Shockway 的话也有送两个这个博派的小玩偶啊，是不是这些小型的这些人偶啊，都一定要在狂派的 leader 级才会附送啊？那么呢，其实以配色来看，单只看配色的话，我觉得这一款这个48号的这个环球影城的这个 Megatron 呢，也不算太难看了啊，甚至于来说呢，这一款。这个34的话呢，虽然它有一个披风啊，顺便讲一下，这个链子是我另外再换上去的，这个不是它原本的那个绑链。其实你这个看这个车子啊，除了说前方这里呢稍微的，其实这个塑胶感还是很强了啊，这个模具我个人是非常之不满意的，不满意，山寨的感觉很强的。尤其是到后面这里，你看后面这个地方，其实一个胶感的话呢，其实是更重，非常非常的廉价玩具的感觉。那这一款48的话呢，其实也是没好到哪里去，但是呢由于颜色稍微暗沉了一点啊，那感觉有稍微好一些啊。如果说真的愿意
再补点，又要自己补色，那我们买这个玩具干什么呢？就稍微愿意去补强一下的话呢，其实可能会比原来的这个配色要稍微好一点点。但是有网友提了一个说法，我觉得我个人是比较能接受啊。他说这款48的这个配色比较像是量产的一个杂兵啊。啊对，没错啊，这个确实是比较量产杂兵的感觉啊，反而这个是比较主角的配色的一个 style。那我们就看一下它的一个轮胎啊，基本上的滚动性呢是没有问题的，全部要拖到地上呢是可以的。那它的一个这个模具下呢，最大的一个弱点呢就是这个车子的这个车头后方啊，几乎是整个是空的啊，你怎么这各种空啊，各种空啊，这个当时我是非常的不能够认同啊，这样子立德级的玩具呢做成这个样子。那底部的这个轮胎的话，这个地方呢因为变形的是折进去的啊，蛮容易去推到就把它给卡进去了。那枪是有一个完美收纳的一个地方，在这个地方啊有两个凸啊，可以跟这个洞啊是这里是做一个结合。这个扣的话呢是有加分了啊。那后面的轮胎还好，就是前面的轮胎也还行，就中间这个轮胎，因为我们把玩的时候经常去这样抓到，你一抓到的话，这个就往内折进来啊，其实是会蛮不爽的。再来就是从后方来看，就是很长，但是就感觉非常的空啊，这是它很大的一个毛病，就是一体性是还好。那它的一个软胶部件的话，都前方这些尖刺，以及的话呢，我要跟各位说一下啊，这个。变成人形态的时候呢，这个软胶部件折到人形的腿后方的时候呢，请务必啊把它完全变形到位啊。那因为我这一款手边的这一款34的话呢，我当时拍完节目之后我就把它给卖掉，后来有人丢便宜一点的二手品出来的时候呢，我再去把它收进来的。那它的上一个主人呢，可能在变形成人形的时候呢，并没有特别把它给这个没有变形到位，所以呢它在人形下的时候呢，这个地方是折到的，那以至于说现在还没有办法恢复它原来的一个形状啊。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有一个撞歪的感觉，好像也不坏了，反正就本来就是一个战损的一个涂装了啊。那这两个到底配色哪一个好看呢？这个我觉得都有它的一个优点啊，但是两个模具呢基本上呢还是一样烂的。那我们现在来示范一下这一款 Stereo Series 里头 Leader Class Megatron 这个模具的一个变形过程，从车变成人了啊。原则上来说呢，这一款的变形算是有一点点设计感，有点巧思的。但是呢它有两个毛病，第一呢实在是部件太过单薄，第二呢是它完全不是电影里头它变形应该有的样子。因为它的一个人的头呢是变成是头是在后面啊，但是在电影里头呢，我们很明显看它变形的时候呢，车头是从人头是从车头里头就出来的啊。OK，anyway，这个你知道一下就行了啊。这个变形虽然有趣，但是并不是非常到位的一个变形设计啊。这里两侧的话稍微打开一点点，这个地方稍微打开一些，再来呢把上面这个盖子呢，我习惯先把它给打开。接下来我们要松开这个部分，松开这个部分的时候呢。我的做法呢是从这个地方啊往上抠上来，这个地方往上抠上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有一个凸，它是扣进这个洞里头啊，所以我会从下面呢把这个凸呢从这个洞里头呢就给抠出来，这样的哎，轻轻的就可以把它给抠出来，这样就解开了。解开之后的话呢，我们呢就可以把这个手臂呢往两侧给掰开来，这里掰出来啊，这个手臂的话呢从内部这样拉住它，整个把它给翻出去啊，这里只要稍微抬一下。往侧边呢顺势一滑呢就可以把它给滑出去了啊，并不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，就可以把它给滑出来了。那这个地方的话你可以稍微躲开一下，让整只胳膊呢给滑到外侧来。滑到外侧之后的话，我们就接着它的一个手臂整理一下这个手臂好了啊。它的手臂呢，胳膊的话呢这里跟各位有提过了，如果你是人变车的时候呢，手臂呢是要往后面这样推上去的啊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给转下来，这个板子翻上去啊，然后呢就是把它给按下来就可以了。还是要旋转，我忘记了啊，这个是否要旋转一圈 ？OK， 再把它给按下去。然后呢，这里的话呢是有一个双动关节啊，把它给推下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另外一侧呢也是一样的啊，我们呢先把这个部件呢给往下面推下来，然后呢这个盖板的话呢应该是转上去还是怎么样？没关系，扣上去。这里有个双动关节，这样子把这个盖下来，然后两侧的话呢推开，头部的话呢把它往上面挑起来。再来的话，这个部件的话呢就直接的往上翻两个啊，像是肺一样的东西翻上来，然后呢直接的往上面
按下去就可以了。那你按下去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呢，它会有咔的一声啊、哦，非常奥妙的一个声音呢。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扣到哪里去，我其实一直搞不懂到底是扣到哪里去啊，非常搞不懂。那没有关系，反正它扣上去了。再来你可以看到啊，这个枪，你拿出来，你看到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它不是有一个，看到吗？里面是有一根横杆，这个横杆，然后这里两侧有两个有一个 C 型扣，哦，这个地方它是把稍微这样扣下去就可以了。那沿着上扣上去之后，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没有，你都不扣就会这样有一个缝，捏起来啊，整个就是 OK 了。它应该是要故意把它限制成有一个像是驼背的一个形象啊。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就把接下来就开始变成了一个下半身，先从这个地方，因为它是一个上下咬合啊，我建议是上下错位错开，上下错位错开，哎，再把它打开啊，不要硬掰开，硬掰开也是可以的，但是我觉得比较危险。两个轮胎先按下去，然后呢，这个部件从侧边这里给翻出来，翻到这边，到这里，另外一侧也是一样，这里翻出来，到这边，然后的话呢，先旋转，只要转这里就好了，上面都不要动哦，转这里，转过来，有点偏紧啊，这里，把它给转过来，然后呢，再把这个脚趾啊，勉强算脚趾吧，翻过来。好，到这边之后呢，我们再把后面这个地方往后推一点点，把这个车子的这个有烟囱这个部分呢，把它给翻折到这里来，然后到这个照这个地方下呢，你要转一个地方这个角度啊，本来是这样子，转这个角度，然后呢往上面这里顺势推上来，推上来，那这块部件就顺势推进去了。扣上来之后，这里侧边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凸，跟这边有一个洞啊，记得这里把它给扣进去，这里，哎不对，哎扣上去，好，然后这块部件的话就到这就行了。然后呢，刚刚有跟各位提过啊，就是这个尖刺的部分，记得把它给转到这边之后，再往上面翻上来，它就是要把这个凸啊去扣到这个缝里头去啊。这个地方这个步骤如果你没有做的话呢，啊这个软胶部件呢就会去压到。那因为我从二手品买来的时候，它不知道在盒子里头已经装错，不知道压多久了，所以它就变形了啊，就变形了啊。虽然你是变形金刚，但是我不希望你做这种变形啊。然后我们接着把这个脚给做一个变形啊，首先把它稍微往后退一点就可以了，然后把这个部件往这里转过来，转过来之后呢，这里有一个转动的角度，转过来，然后呢往上面翻上去，翻上去到这边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凸跟它这个结合在侧边，把它给扣上，好的。再来就是把这个部件翻上来之后，在这里旋转一个角度翻上来，好，把那个凸跟刀给扣进去，到这边放不进去也无所谓，但是你一定要多转这个角度啊，它的这个软胶部件才会去折到，然后最后就把这个地方凸跟刀的一个结合，这里把它给扣上去，好，它会刚刚好。那原则上的话呢，前方就会真的保持有一个驼背的感觉。那这个脚的话呢，我的习惯呢是这里往前，这里往后，然后这里再往前，因为它这里有一个斜斜一个角度，所以我会习惯呢把它给往上面折，然后再反折它。OK， 这是我个人的习惯呢、啊，我个人的习惯，你也不一定要按照我的方式来变。然后两腿的话呢稍微站开一点点，然后稍微让它有一点点的一个驼背的感觉，这样重心的话呢才会更加的稳固。因为它的一个脚后跟呢看起来很大，其实呢并没有很多的一个支撑力啊，其实并不是很强的，并不是很强的。这个地方稍微的让它站稳一下。我们这一款这个 SSD 48号这个环球影城限定的一个 Megatron 的话呢，就算是变形完成了啊，当然不对，应该还不算完成啊。它还有这个绑带的这个部分啊，绑带的话呢，我记得是怎么个绑法，反正就是从后方啊扣到前面来，哎，应该是绑这样吧，就是呢后面这个地方反正有这个挂钩，把它扣上去，这里也是一样，扣上，扣上，然后呢往前面拉下来。哎，是不是绑得太上面啊？好像绑的位置不对啊，是不是我绑错了？无所谓啊，这个这样的勾住，然后这个往后面拉啊。对了，没错了，这样的把它给勾上，这个没有什么。我还是不要讲没有难度好了，有时候我讲没有难度呢就突然就自己打脸了啊。好，这一个绳缚啊，其实也是一门技术啊。这个 OK， 把它的这个锁链啊，在店里头应该是一个像锁链一样的一个感觉，
稍微来调整一下好了。嗯 ，OK， 完成了。怎么说呢？这个武器的话呢，可以扣在后面。其他武器扣在后面还蛮威武的。这个模具的人形啊，我的抱怨是当时是比较没有那么多了啊，没有那么多。这个袋子又掉了。嗯，当时我对他的人形抱怨其实没有很多哈，该有的一个 Megatron 的一个体型，至少这个肥胖度啊，有比当年第三集的这个 V 级来讲的话要好很多。但是你如果跟电影二的那个 L 级去比的话呢，这个又显得是稍微瘦弱了一些。那他身上的话呢，还是有一些是银漆，那有一些是灰色的塑胶，有一些是铁灰色的点缀，有一些是铁灰色的塑胶。那大体上来说呢，还是以金属的一个灰色呢去做一个呈现，包括这一代啊，这个还有一点渐层的效果啊。原则上细节也不算太差，也不算太差。背后的话呢，就是一个大墓碑啊，在后面。那脚后跟就是非常的厚。那侧边来看的话，这个脚啊也是稍微的细了一点点。那在最后的话呢，我们就把它呢跟这个原本的这个模具。最开始的模具呢，两者呢做一个简单的小对比啊。原则上呢，人形还是一样啊，人形我是觉得真的没有什么很大的，应该说也不忍心再挑它的人形的毛病，因为它确实还在我能忍受的范围。你看你这样子摆放的话呢，对不对？应该有的架势呢还是有的。我还是那么一句话，至少它还够粗够壮够胖啊，看起来还算是挺威武的。那最后的话呢，就是回到说这个模具的话呢，如果你只是想要把玩这个模具呢，那么这一款34呢已经完全足够了。配件的话呢啊，不管是披风啊，或者是这个 Long Hole 的头也都足够了。这一款环球影城限定的这个 Megatron 呢，就真的只是一个信仰的一个 OK Holy Item 嘛，一个圣符般的存在而已啦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